十二公钟老大妈第五届行程来到朝鲜宫，并且在高处嘛接待之下，暗时来到朝鲜宫后门，受到信徒热情款待。啊，咱老大妈吼，啊，伫咧过去，啊，含咱朝鲜宫咧，都拢有真好诶，即个姻缘。尤其啊，咱吴处长吼，啊，所有诶吼，啊，各户户诶人咧代表，大家对大妈啊嘛拢足有敬心诶。所以讲咧，啊，即处诶即个条件吼，啊，来甲咱吴处吼，尤其吼，老大妈来做客，搁互咱吴处妈请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所有诶户户内底面，啊，遮尔啊热情吼，相信咧，啊，咱吴处妈甲咱老大妈。啊，拢总会来保佑到啊，咱个各户户内底面吼，啊，大家人丁兴旺，家庭美满，事事顺利。阮受到老大妈的保佑，啊，吴处长得到这个福气，啊，所以老大妈来，啊，阮所以大家拢尽力吼，啊，配合吼，啊，当然我嘛诚心在甲接待啦。长久以来，公安局老大妈含国出信都都被撤往来，只要有计错有留责，顶民众都专程前往公安局请老大妈来遮做客，就用百年前的友谊嘛，对咧延续落来。做囡仔哦，那么咱唔捌听，不过以前的工作啊，迄阵讲落来哦，计错啦，所有哦，拢总去请老大妈来遮做主啊了。哦，阿姨甲阮妈做啊特别好嘞，阮迄阵干呐知影讲我这身体较好哩嘞吼，啊，所以阮嘛受感应啦吼。在老一个殿头当中，家家户户穿香案迎接老大妈来到，当妈祖神轿要休困之前，轿班人员嘛特别将妈祖神轿跟关关，和每一位信徒拢会当来只软轿卡拜妈祖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